各位大哥大姐、阿公阿妈、叔叔阿姨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容许我主持人可以不戴口罩。可以。那我们首先请那个 Wendy 帮我们讲几句话，谢谢，谢谢他安排这一场。你们还记得他们对不对？对。你们是说要他们赶快再来表演？对啊。对啊，我们团长很好，今天就带他们来了，有没有很期待？有，他们是湖南无情的对乐团，我们再给他们一个很热烈的掌声就开始了。已经等不及了啦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所以我们几乎中断了快要半年到一年左右，所以我们很高兴哦，有这机会再度来这边跟我们的大哥大姐一起欢乐，我希望我们的快乐会分享给大家，然后再分享给更多的人。那我们的快乐一小时药效应该是好几天哦。来，我们是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志工团，我们叫志工团，我们叫乐团啊。湖来湖情，因为我们用湖情来帮助我们表达我们对志工的热忱。我们是一个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嘿。我们自认为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乐团。那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啊，从我第一排的右手边，我们的笛子吹高手丽美。大家好。因为他吹笛子，他也没办法戴口罩。然后再是我们的如环，第二位如环。再是我们的菲菲。请投他一票。再来是我们的小英，来我们的秀芬，啊，第二排最右边的战虫，再来是他的夫人田倩，我们非常难得哦，有夫妻档在我们团里面。再来是我们的安哥，人家说好，咱们讲了有啥好，对啥好。够纯的了，对吧？啊，纯纯啊，好，健康同好，好，对吧？讲霸凌的，好，那我们先，我们边演奏边介绍，然后我们做第一首我们的歌曲《波特曼》，好，先准备。